来，这个接下去呢，我们是气缺论，好，黄帝内经第37篇。我们所谓的气就有分寒热好，寒热。那这个气呢，我们统归于阳。阳是什么？阳是你看不到，但是它的动能，你感觉到它的热，感觉到它的活力，感觉到它的精神，都是阳。所以你在看我的时候，两眼有神，是阳啊。神不是人啊，你是谁？看不懂了，不知道，不认识你，神失了，就阳就失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是形，那有这个生命力就是阳。我们简单讲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阴都是你看得到、可以摸得到的。好，那如果光是有阴没有阳，就是完全没有生命的。你看那个人死在那边，就是阴没有阳了。好，那个就是死人。好。所以阴和阳的简单，阴阳呢，这个我们因为身上有气，所以才有这个生命力。那气缺论，缺是到顶到极点哈，到极点，这叫缺。那皇帝就问了：五脏六腑之间，这寒和热的移转情形怎么样？这篇就很重要了哈。所以第一段前面讲的是寒的移转的现象。第二段讲的是热的移转的现象。好，肾脏呢的寒会移到肝脏上去。好，那肝脏的寒呢会移到心脏里面去，那心脏有寒的时候呢，它就不会进入脾脏，它会移到肺里面去。好，寒会移到肺里面去，那肺里面有寒的话，又回头，好，但是到肾脏，这个寒呢会转移的哈，寒。那当脾脏有寒的时候，从脾脏会移入肝脏，所以这是它的寒的移转的一个路线啊，移转的路线。好，那移转的路线，那在寒在移转的时候产生什么症状？就是这一篇的意思哈。所以第一段呢，岐伯说：肾移寒于肝，臃肿少气。当肾脏好，这一段就跟我们治肝病很有关系了哈。肾脏里面的寒进入肝脏的时候，它里面会化脓，还会肿，好，病人会短气，呼吸会很短，好，就是肾脏移寒于肝，所以肝会很寒，好，很寒在里面。那所以我们前面讲补南泻北，我们在温肾的时候、补肾的时候、强肾的时候，这个肾的寒会去掉，肝就不受寒。肝就不受寒，所以我们的母能令子虚，我们要利用这个字。你今天是如果说是你本身是肝是虚症的，好，或者是这个，那你在强盛，好，会让肝更虚，那并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因为你本身是肝是虚症的时候，我们怎么会去强盛呢？好，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母能令子虚就一定要这个去补肾来把肝虚掉，而是遇到肝很实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去补肾让肝虚啊。平常你肝虚的时候不是病啊，肝实才是病啊。你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所以不要把它混混一谈，是因为实在里面很杂实的时候，遇到他的肝是五脏都是阴嘛，好，遇到很实的时候，非常实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想办法让它虚掉，才会这样做的。那你平常肝没有病，那又没有实在里面，你去呢能把肝虚掉干嘛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说如果你肝没有实症，你觉得你没有虚症，没有，抱歉哈，肝没有实的时候，你补肾的时候并不会让肝虚啊，因为他没有病啊。
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病的时候，它在它平衡，在取它平衡。所以肝里面没有积，没有累积东西的时候，你去补肾，肝一样很好，不会虚掉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好能够母能令子虚，而是因为只有食的时候，我们才利用母去让子虚，只此而已。哦，所以子没有病的时候，你再能够补肾，很好啊，一点影响都没有。哦，并不会，你真的补肾的肝没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补肾的肝不会虚掉的。哦，是有实证才会虚掉。哦，如果是脾脏以寒于肝，从脾脏的寒进入肝脏的时候，哦，臃肿痉挛就也会肝也会肿起来，哦，造成筋呢会抽动。如果是肝脏里面的寒移到心脏里面的时候，就是狂膈中，哦，就会造成呢发狂神乱，病人会发狂啊，哦，精神会，哦，丧失掉，哦，好，膈中就是饮食吃不下去了，东西吃不进去了，哦，那心移寒于肺，心里面如果有寒症会上传入进入肺里面，那肺呢，哦，就会这个会消肺，会这个阳会消损，因为肺里面有阳，心里面有阳。那现在是讲寒症，好，寒症如果说从心脏里面跑到肺脏里面，肺脏里面阳会消损掉，因为太冷，好，寒会消损掉，造成肺消。好，肺消者，什么叫做肺消？这精液进不了肺了，消这个，因为里面阳里面都是寒掉了，没有阳气在里面。那你喝一碗水，小两碗，这就肺脏功能完全没了，好，死不治。好，死不治。那如果肺遗寒于肾，好，从肺呢，这个寒的跑到肾脏里面为涌水，涌水者按腹不坚，肚子胀在那边，但是不会坚硬啊，因为水气克于大肠。好，人走路很快的时候哈，肚子里好像有个水袋一样，你会听到咕噜咕噜水的声音哈，好，但是不是坚硬的，是软绵绵的，好，积在水里面，这是肺寒症的时候移到肺里面的寒移到。肾脏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知道是寒？为什么？哎，我们有的是温肺的药，有的是温肾的药，有的是去温肝的药，有的是这个强心的药，因为药性的选择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才需要去辨这个症。当我们选择药物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症是这样的，我们就选择这个药物。好，那这个寒在移转的时候，有一个很简单的法则。你如果说我们摸脉，你一摸脉，寒的脉都是又细又小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又细又小，你就知道是寒的嘛。好，那正常的人呢，应该胸是阳，那个尺是阳，那个寸是寸是阳，对不对？尺是阴，好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现在如果你摸到寸脉是细细小小的，是不是阴寒的？就是心寒嘛。好，那心脏有寒的时候，这个心寒如果赶快不治好，赶快要治好，不治好寒会进入肺。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第二段呢？讲的是热的移转，好，寒热。热的移转呢，319页，脾脏的热会移到，好，脾脏的热会移到肝脏去，好，那会造成呢，这个筋扭呢郁，这样念，扭是不是？扭，好，扭，好，扭是，好，扭流鼻血嘛，哈。好，病人会受惊，那个热跑到肝脏里面去。如果是肝一热，好，跑到心脏，就是死症了。好，死症。好，心如果一热到肺里面，好，传为膈消。好，这个就是消渴，中膈会太热，好，造成消渴而多饮，喝水喝了很多。肺的热呢，如果移于肾，好，常为柔滞，就是好这个筋软没有力状，没有力的现象。这个一般来说，热会走，比如说脏本身就是属于寒，好，但是我们这个寒，因为里面有阳，所以这个寒呢和阳呢，因为里面有阳，所以这个寒不会极寒。这里讲的是极寒生病的寒，知道我意思吧？还有脏都有阴阳在里面哈，那如果是热的时候，阴不足嘛才会热，那这个太热的时候它会移动，会移动，好，会移动，那移到
哪些地方会产生哪些现象？最凶的就是，好，从一热脾一热到肝，肝这个热一进入心脏，好，心本身就是热嘛，那火上加油啊，好，均会热。哎，还有一个最凶的呢，就是肾一热于脾，本来呢是脾是土，是克水的，能够治水。所谓克就是压，就是辅，又是辅助，又是牵制它，哈，让它不太过，也让它不太不会不急。那如果说这个一到脾里面，那个土这个水呢反濡了土，这个太热了，土会丧失掉，土是胃气嘛，哈，一丧失掉的话，脾上虚掉了，肠壁这个脾管少腹，肚子在这边，所以少腹的地方是脾脏在管，一受伤过热的时候，好，马上下力，一下力胃气就没了，好，都是死，这都不好，不可以治的。啊，所谓的热，就是你当你如果摸了脉的时候，脉跳得很速很快，就是热。哦，包呢，好，如果一热于膀胱，好，我们讲过，这是小肠，好，这个中间呢是包，前面呢是膀胱，好，所以呢，小肠是火，膀胱是水。当这个正常的时候，这个小肠的火是正常的时候，这水会气化上去。这个包，这两个是中间。男人有包是精产生精的地方哈，男人的包是很平面的一个啊，扁扁的一个区块。女子的包就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子宫卵巢。那如果说包一热于膀胱，好，本来呢，正常人呢是小肠。跟膀胱，小肠的热来自膀胱。现在包的热，这个包的热没有办法，好，就是包的热进入膀胱，而不是小肠，就代表小肠里面怎么样，温度不够了。小肠的温度不够的时候，这个里面的包的热就会跑到膀胱里面来，是讲这种情形。源头是因为小肠的火没了，好，小肠火没了，这是这个时候呢，小便会浓，小便排不出来，是因为小肠不够热，所以水在里面没有办法气化。正常人水一气化的时候，膀胱像热气球一样胀起来，就会变得很大，上面有400cc。那膀胱的尿液是在上方，那因为有热气，才有奔射的力量，所以我们小便可以挤压出来。现在小肠热没有了，小肠热没有的时候，这个膀胱里面的热跟这个里面这个寒闭在里面，这个时候呢，小便排不出来，因为没有热来喷它。那所谓包一热，就是包子这个包宫呢，本来是血的地方。男人呢在这边的时候是精血，男人的地方是精血，看不到精子。那出来以后，这个血先集中到这边，经过小肠的好这个蒸热了以后，才会变成白色的进入睾丸，排出来才是精。这所以在精之前，白色的精之前呢是血。那女人的子宫本来就是血，那你如果寒太盛的时候，这个子宫里面的血，还有男人的精的血，好。都会进入膀胱，所以小便出来会看到血在里面。好，好，原因是这样的。那膀胱余热于小肠，什么这个怎么讲呢？好，膀胱如果太冷了，好，这个小肠膀胱太冷是小肠的温度下降，是小肠太冷了吗？好，温度不够，好，这个时候呢会隔肠不便，就好病人感觉到好像有手指头拉到肠子，因为肠子里面热没有了。蠕动缓下来了，就好像有人拉到肠子，你想排大便都排不出来的感觉哈。啊，上为口鸣，因为大肠肠子里面和大小肠跟大肠里面，肠子里面呢，好，这个沼气就是大便里面的气，因为大便排不出来，没有办法排出来，沼气就会往上升，啊，造成口腔就会好糜烂的现象。哦，小肠寒的话，小肠一热于大肠，意思是什么？本来我们人呢，正常，小肠在这边，好，大肠呢在上面。小肠本来是向火，大肠是精，所以精在上面，火在下面烧，这是正常人是这样子。啊，现在小肠呢冷掉了，好，这个热进入大肠，变成大肠好跑了热，好，这个造成这个字呢。好，我们念伏，就是潜伏的伏的意思哈。这种会造成里面会长硬块、长肿瘤，好，为沉，
好，潜层在里面，那个福的古字埋伏有没有？潜伏就是那个字哈，一个老虎的那个上面那个头，然后再加上个壁啊，这字念潜伏的伏，好，脉这个是沉在里面的，大肠的热，好，移于胃，这个本来是小肠的热，好，这个胃在这边，那大肠的热呢，如果不在这边，回逆跑到胃里面去，这都是里面里寒掉了哈。变成膳食而受入，怎么吃好？还是人还是兽？谓之食意，啊、哦，那胃呢？一热于胆，也叫做食意；胆一热于脑，叫这为心恶，这个字念恶，鼻渊，好、哦，造成鼻子里面呢，这个恶就是讲鼻颈，鼻的颈骨这边的鼻恶，好、哦，鼻恶。那这都是热的转移哈、哦，会造成鼻里面涕下浊，鼻涕非常的浓而下不止，好、哦，这种都是。热在传变的现象，传变的时候，好、哦，这个上面呢 new， 下面那个字呢你灭，好、哦，摸一也灭，灭就是污血，好、哦，就是鼻子会你看到很多的黑脏血会排出来，敏目，好、哦，这个眼睛会昏眩，好、哦，看不清楚，好、哦，这都是气缺，好、哦，这个气缺篇就是正常的气应该木火土金水这样走，现在气逆着走。那气在走的时候有寒有热，好、哦，你会看到这种情形，这是细分哦。那你真的在治症的时候，你不要担心。你说老师这个很难记，你不要担心，因为《黄帝内经》讲的是中医的所有的生理学、解剖学里面的病理学啊、哦。我们在临床上治症的时候，真的是你回头可以看这些。但我们治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里面是寒热下手，我们只要知道寒热就好了。那我们要用辨证法去辨五脏的寒热，非常的简单。好、哦，非常简单。那这个书上只是你要知道病机哦，知道它是病早因在这边。现在不知的话，传哪边会传哪边，你可以预测它发生什么事情。哦，主要的目的还有告诉你移转的现象。好、哦，移转的现象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在辨证上面或者是在治疗上面呢，你会比较能够掌握到，好、哦，掌握到时机，好、哦，掌握到时机，所以让病会移转，怎么移转都按照这样子移转，移转的程度是这样子的，很奇怪哈。哦那你可以治病之初嘛，好，你可以知道一下可以好，比如说这个脾脏啊，一到肝，肝一进入心就死，我们知道这个热意，我们赶快要去治治，免得发生危险。你可以知道这个病会危险，那个病不会危险。好，原则上就是很简单，我就讲过，热进入心，心本来就热嘛，啊，现在火上加油，哦，那心脏就跳得很快，一下就走掉了。好，诸如此类，这是一种好预测的医学。也是一种传变的医学，病在演变的一种现象。好，这是我们所谓的气缺论。好，气缺就是讲，简单讲就是气逆着走，不按照正常走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好，下次呢，我们讲这个第38篇咳论，专门论咳嗽的咳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，在我们开始继续讲那个。第38篇咳论之前呢，好，我们把那个前一篇呢，哈，这个那个气缺论呢，第三《黄帝内经》第37篇最后面那一段哈，所谓宜热，你只要记得，啊，小肠呢是火，所以正常呢小肠里面是热的，这是常态。那如果小肠里面是热的，小肠跟心是表里经，那心是君主之官，所以小肠呢控制整个下焦的循环，热气的循环。所以我们在小肠的募穴、关元穴，我们可以治疗很多的病症。那如果是小肠热在这个里面，外面包了很多的阴，比如说水、膀胱里面的尿、大肠里面的食物和水、肾脏里面的水，那下焦呢，因为有这个小肠的热。在中间，它就一个常态的现象就会出现。那因为下焦水很多，那阴和阳的，好，阴极生阳，阳极生阴，所以我们到脚上，阳经到脚背上面上面的时候，它是阳经，是阳初起的时候，但是它你摸上去是冰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阴和阳是表里，好，那底下脚底反而是热的，是因为阴经在脚下，那阳在阴里面，这是正常的阴阳是互相。表里互相支援的。当有一天小肠的热突然没了，好，
那个气学论最后面讲，热就会移动，但热移动，当突然冷掉以后，热就会到处乱跑，散乱掉了啊。那整段讲的就是归根究底就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再稍微补充一下。